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《怪物猎人传奇》。这边有一些更新公告，是不是？好，昆仑山。哎，怎么就是这个圣剑士啊？没其他人可以选哦。哦，直接挂机耶！然后在地图上奔走，这边有个 BOSS。游戏的话不是新游了哈，2024年9月25日发布的。今天是10月，因为是找那个发行商的游戏啊，不是看广告看到的。所以它不是有那种宣传的啊，然后画质有低中高。哦，这不是那个吗？野蛮人的那个旋风斩。然后它好像没有任务欸，没有一个主线任务让我们一直点挑战 BOSS 吧，因为它好像在挂机而已啊。挑战看看。契约炎灵，然后这个随着等级会开启技能，我们可以操作吗？我们不能操作，只能点这个，就是不能去移动我们的角色啊。啊，回我们营地，要招募什么吗？没有，招募了一个小恶魔宠物。出战一下烈焰天使，好，帮忙打，那又可以打 BOSS 了。角色的部分装备一下，装备一下，这个已经装备了，看不出来啊。哦，这个是武器，这个也是武器，这两把应该是一样啊，学徒刺剑。他们有一个一嘛，如果有一，你就知道他装备了神装头像。我们现在是这个戳戳的战士，应该是有纸娃娃系统，我感觉。然后营地的话，收一下信件，大量价值98328元，98哦，98到328。然后商店的部分，用这个宝石来买东西啊，拿一下免费的强化石，10个哦。事务大厅，这家公司我最近都找他游戏来玩了，不过也玩晚了啦，就玩了那个《魔渊战记》《兽魂觉醒》《怪物猎人村》，都是这种暗黑风格的，魔幻暗黑。只是玩法没有很像，都不太一样。他有做出区别啦，区隔啦。然后这个怎样？还没开是不是？挑战一下吧，火元素。我现在才2级啊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玩家是不是？系统的一个对话。啊，挑战神力，这款就比较轻松。我刚玩的是那个地层探索，要自己操作，好累哦。要探索宝箱啊，探索事件啊，探索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打怪啊，组队啊，招募一些英灵啊的玩法啊。这款就是纯挂机吧，纯挂机就好轻松哦。手游就是要纯挂机，对不对？这应该可以强化吗？强化石要怎么用？不知道欸，没有教我们一下。移过来，不能移。
这个就有装备跟分解啊。分解，你看负责强化石分解，分解，这个怎么用啊？一键换装，点击，没有啊，没有强化的东西，知道。好，魔幻暗黑风格啊。这家公司都是这种风格。就不差啦，但是也没有说特别顶。就模组蛮普通的。直接打 BOSS 啊，打不过再说。对不对？这可以升级，但是没有这个药水。直接打 BOSS 的，也不用说先说打几只小兵啊，或打多久啊，可以直接打 BOSS 吗？功能是复仇之路，森林妖精，哦，好丑啊！这个妖精怎么那么丑啊？这是20年前的模组吗？抱歉，他给我感觉好像是20年前的那个玩具哦，小时候那种玩具，塑胶玩具有没有？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抓可以赚金币的 ，OK 可以强化是不是？然后就没了，要十几才会解锁。远征小队目前没有，好打一下这个卡美拉乌龟啊，日本的卡美拉乌龟，还有哥吉拉，还有亚美蝶，亚美蝶是我讲的啦，亚美蝶，哦，终于可以升级了。不能升的哦，不能超过角色等级。一键升级一下。然后为什么还有一个红点点呢？哦，有新的那个头盔，比较强的头盔跑出来了，它就有上升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我不知道是因为太低阶不能强化还是怎样，因为是强化石、目前没有用出。啊，零食元素，远征小队，哇，49层才开，那我没办法开，我现在才第6层而已。这是变身哦，不可激活是怎样？挑战领主，你还不让我用大招？我来激活一下，打一下小兵，啊，怎么没小兵？加速中，这个跟刚刚那个旋风掌有什么不一样？都转转转啊，转好久、哦，转好久、哦，可以赚钱呢，不错。升级升级升级，这个转一下子而已啊，它这个转比较久、哦。有点加速啊，加速挂机吧。然后 boss 都长得差不多欸，这是手冲啊。目前玩法就很怎么说，就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挂机打 boss 没了，没有什么主线任务，没有什么抽装备。韩国游戏啊，这不是啊，这不是韩国游戏，我是说韩国游戏还会让你抽装备啊，抽技能，各种养成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也没有养成。哦，这只有升技能，然后换装备这样，没什么养成东西啊。这个哦，锻造在这啦，这个应该就强化了吧？第10层啊，我们刷一下第10层好了。这个应该就强化，只是你一开始装备都是初阶装备，也没什么好强化的。这个应该可以转吧？
它这个好处是什么？就是你可以一直打 BOSS， 但是必须手动，它不会自己那个刷 BOSS。哦，这个一击守卫好像长不太一样。我们几乎不掉血啊！前面关卡太简单啦。好，有点不一样。暗夜精灵，那这个游戏的精灵怎么能这样啊？这不是那个恶魔吗？羊角人，巴丰特。你看，我都不会掉血啊，这是我的血吧？完全不会动。镜像分身是怎样？不知道。锻造出来不急啊，我们先换装备。有紫装欸，一键分解，觉得。然后宠物应该也可以升级一下。啊，锻造来了吧？有吧？我猜它可能是锻造强化位置吧，就是你换装备之后这边还是加3啊，不太可能。我换个装备，你又给我那个吧，你又给我从加0开始，那有点扯。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我也不知道。这边可以变身哦，一个战猴。因为我们这个好像是野蛮的设定。你好，装备对不对？那我们锻造一下，有没有？还是加3？虽然它这个强化是强化这个位置啊，不是强化这个装备。好，幸福狂欢，我已经推到第十层的，然后获取奖励、签到的、登录的都开起来，慢慢开啦。我刚开始说它比较单调嘛，啊，慢慢东西会全开，会开出来。一个游戏如果就这样，那太少了，所以它慢慢开。有没有竞技场之类的啊？没看到。好，这个又重复了，重复了过来。长得丑丑的，我战头一下。旋风斩一下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啦，还可以啦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